脚呢就眼睛把撒太武。现场手里没枪了，听说没有枪了。啊，对啊，在动啊。然后这个枪我揣哪儿挂后腰上了是吧？就。没有，我又不是林乔松。对，也是真礼貌了。这个才对，这个挺特殊，我觉得就是真扫气质。我不知道，这不禁说啊。你信念感强点，真人。你代表着北京人艺和朝阳戏剧学院。和鞍山。我分别出来两次，几笔怎么样？是吧？然后就你这点开枪。喜欢娃娃还喜欢花儿、啊、都喜欢。晚上睡觉还要拿比如毛绒的玩具吗？哦，没错，最喜欢毛绒的了，胖胖的那种。咦，听到吗？这个本来就可以用发条。哦，知道了。这是个蝴蝶结，有点画大了。画的太大了。太大了。那这个呢？小金针，小金针。小最初爸爸也想让他没有什么食物。弟弟，以后能少吃亏。17岁啊，兜着我妹妹已经进过幼稚公司。17岁兜着他当时。那你数学怎么样？他眼睛真漂亮，有点抑郁。哦，发型太逗了。来吧，许个愿吧，小鱼儿。